要不说你这人没眼光，在这方面你还真不如洛叔跟洛总。白姨，你醒醒，白姨！哎呦，你先别着急啊，我马上给你拿警察电话。爱瑜伽要有新的生机，新的活力，就要靠你了。您放心吧。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大爱城项目正式启动。哇！好，好。还有就是，今天把大家都叫过来呢，想给大家汇报一下我现在的情况。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也都听说了吧。我爸爸呢，已经不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了，所以我也不再是什么董事长的儿子。我邵鹏程。 现在除了华源店店长，还有项目总监之外，其他的我什么都没有了。小邵，其实董事长的事情我们也都听说了，不过我倒是觉得总部不给我们任何资源，也许这倒是一件好事儿。咱们独立核算，以后赚了大钱，你就是唯一的大股东了。美玲姐，那要是赔了，也是邵鹏程一个人赔。 那没有办法呀，所以说，这就叫老板，收益和风险对等。大悦城这个项目呢，现在没有资金，没有设计师，就连概念也让红石捷足先登了。但是，我还是想问一句各位，你们还愿不愿意跟着我一起，从一无所有开始创业？ 其实我们也不是一无所有，我们有青年公寓最核心的经营理念和最独特的业务模式，这些是谁都偷不走的。对，哥们儿支持你啊！没钱了咱们再借，没设计师了咱们大家一块儿找，咱们不用做那些表面的宣传，只用做成一个样板案例，一切的困难全都会迎刃而解。对，小邵，你放心，我和小宁会一直跟着你干的。 哎，那个，也算我一个啊，我也愿意。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嘛。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就是等咱们的项目做大了，小邵，你要是不稀罕做这店长了，你可得第一时间跟总部推荐我。你想想，哎，不是，我这论业绩、论资历，这轮也轮到我了吧？你们想想，我在花园店。 哎，我干了这么多年，我连一个店长都没混上，多丢人！这也太没面子了，是吧？美丽姐啊，玩迷呀！啊，咱们这案子要是真做成了，你就甘心在这地方当个小店长啊？啊，不是，你就承认了，跟我们大家一样，都是有情有义的，怎么了？哎，我说那个付小宁，你就非得把大实话给说出来啊！我不是了解你吗？我真的很感谢大家。 真的，既然你们这么相信我，我邵鹏程也向你们保证，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来，加油！耶！好美丽的唯品会快递。 哎呦，来了来了！哎，我的，快点快点！来！你好，哎，好，快进来。不是，主要最近啊，大家太辛苦了，谢谢啊。所以我在唯品会上订了好多好东西，来犒劳一下大家。来！哇塞，谢谢美玲姐。哎，珍，我还订了营养品呢，你看你最近都累瘦了，你试试这个营养品，效果好，还有折扣呢。谢谢。你要好好补充一下营养啊。哎，喜善，还有什么好吃？给你的。 我不客气。哎，怎么了？怎么女孩的营养品，我们男孩就吃零食啊？我们女孩子嘛，鲜花当然要倍加呵护了。男人绿叶，喝点水就行了。来，行，你们女孩都是鲜花，你牛粪。哎，这可不是我说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办理的项目的商业计划书，我可以给您简单的讲解一下。我们这个呢，主要是做一个青年公寓，我们做的很多市场，主要是针对这个城市中外来的或者是正在奋斗的一些年轻人。大城市中可以不被现在的房价或者负担，这是一个多功能起家，这些很多都是隐藏在墙里面的，不是很感兴趣。 不好意思啊，抱歉。抱歉，不是很感兴趣。对不起，下次有机会再合作。哎，我觉得我现在抓前舞跳的越来越好了，感觉我也是，满眼都是钱。同志们，咱们华业店呢，现在人少任务重，所以呢，得大爱城这个项目和日常的工作两手抓。珍，你把最近建的几个公司的情况汇总一下。你们还是继续你们日常的工作。还有啊。 把我的房子卖了！啊？什么？为什么卖房子？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房子卖了呀？哎，是项目融资不顺利吗？红石呢，先发布了项目，所以对我们的融资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再说了，就是我们现在找到了投资，资金到账，不还得需要时间吗？可是我们呢，实在是不能再等了。那你住哪儿啊？就是啊。行了，别说了，这件事儿我已经做决定了。嗯，你看。 一个个愁眉苦脸的，这我能把我自己的房子卖了，拿出钱来投资大爱城这个项目，说明我对咱们自己的项目有信心，你们应该高兴才对啊！啊？嗯。妈，心里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好点？哎呀，这几天好多了，还有这刀口的疼痛啊，哎呀，也比前几天减轻了。儿子，这几天。 心情怎么样啊？是妈妈病以前就想跟你好好的聊聊，但是我当时看那情绪，我都不敢跟你提。我没事儿。 妈，你有什么想问的话，你就问了。妈知道，真真跟你分手，你心里特别难过。其实，妈心里也特别难过。甚至刚开始的时候，我特别恨，我呀特别生真真的气，但是静下来仔细想想，我觉得妈妈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想我是不是对真真太苛刻了？真真是个好女孩。是。 我知道她是好姑娘，但是既然真真选择了放弃你，那我觉得那是真真的权利，是吗？那该放下的就放下，是吧？妈，其实我已经想明白了，之前是我没有彻底的了解真真，我对爱太固执了。理解，妈妈也是这样的。她是有自己理想的，真真她其实并不是想做一个全职太太。是在家里相夫教子，我一直在勉强她，做她不愿意做的事。有时候，爱一个人是需要放手的。嗯。所以嘛，我决定去帮助她，完成她的理想。好。 刚点的，白阿姨怎么样了？好多了。我听说你辞职了，对。什么打算？我已经成立了一家自己的公司。 找我什么事儿？我帮你们免费做大悦城所有的项目设计。你是为了真真吗？我是想帮这座城市的年轻人设计出一间间温暖的家。 记得把项目书发给我。谢谢你，周老毛。哎，这么晚了给您打电话，实在是不好意思。 您不是对这个小区的房子有意向吗？啊，您考虑怎么样了呀？啊，您喜欢这房子，太好了！我跟您说，哎，您要是有空，我带您去看一看。您见到这房子，您会更满意的。行行，那今天太晚了，不打扰您了啊，回头再联系。哎，再见。一猜你们就都没走呢。来，吃点东西。哇，太好了！这给我饿的呀，太好了。你就是一吃货，你。让你签拿了吗？人家不是给我了吗？这。 你的金卡，哎，谢谢。可乐能喝吗？能，都是你的了。齐震，你吃什么呀？我吃鸡米花。鸡米花，哦，好嘞。谢谢啊。给这还有一份。嗯。我来个纸，拿纸，自己拿。哎，小邵，哦，邵总监，你那个投资谈得顺利吗？什么邵总监啊，小邵。 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们说。今天呢，我一直在想，咱们怎么才能够花最少的钱，把青年公寓项目给它做成？哎，你看，咱们现在手里边没有大量的资金，不可能去投资建设。哎，但是咱们可以换一个思路啊，比如说，咱们去找一些适合改造的房子，然后呢，长期给它租赁下来，再用我们的设计方案。 统一的，全部给它重新装修一下，然后租给客户，你们觉得怎么样？嗯，行。哎，你们别说啊，他说的这还真是一个思路。你们想，红石现在已经开始动工了，从时间上、资金上，咱们本来就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如果按照郝美丽这个思路往下走的话，等于咱们是走了条捷径啊。郝美丽，哎，你这聪明才智可算是用到正地儿上了。哎。 大爱城的项目书，那我可是认认真真的看了一个通宵，那也不是白看的，对不对？你们还记得吗？那里面有一个于小姐她们一家的试点案例，还记得吧？那用的就是这个模式啊。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再用呢？对不对？咱们把长期租来的房子统一的改造设计，重新装修，然后分租给客户，肯定火爆啊！我也觉得美丽姐这个方法可行。 我们之前之所以没有考虑整租这个模式，是因为我们一期本来想要推出大概200套的房间，这样的话就等于你要盖一座20几层的楼，每一层要有10个房间才够200套。现在如果我们是改建为租的话，最关键的问题是，那我们上哪儿可以去租一个有200套房间的大楼了？这就是咱们现在最大的困难。现在在上海想找一个这样的楼确实很难。但是我想，咱们可以不在一栋楼上，比如说，咱们找那么7到8个，每栋楼呢有20多间房，这样都加在一起，也符合咱们的。 规划啊，对不对？哎，这个好哎，这7、8个楼还可以分配在上海的各个区域，让租客以他们自己的需要去选择住在哪里。哎，我也觉得这个思路行，咱们就按照这个思路试试。那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尽快找一个有20到30个房间的一个独立公寓。哎，房间越多越好，这得满足2个条件：第一，得长租；第二，得好改造。 对，说的没错。行，明天咱们就分头找房子，好不好？行。等，你们这么一说呀，倒是提醒我了。我突然想起来，有那么一栋房子特别符合我们的需求，爱德路19号，那是一栋民国时期的3层小楼。那个房子的地理位置啊特别好，最主要的是它有个很舒服的大院子，知道吧？ 唯一的缺陷就是那个房屋内部啊有一点破旧，但是它的外部建筑啊还是很有特色的，很多人都很喜欢，说想把它买下来重新建一下，或者是租下来重新装修，做什么酒吧呀、咖啡厅，哎，也有好多中介啊去打听过。可是你知道吗？那个业主太怪了，这房子不租他也不卖。那业主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不知道啊。 因为我也是偶然听他们提起来的，因为没有需求，当时所以我没有深入了解。没事儿，我觉得这房子可以作为咱们的备选，不行咱俩明天有时间先去看看。行。行，那就说定了啊，就按照黄美丽刚才说的这套房子的标准，明天开始行动，好吧？行。啊，我饿死了，快来个汉堡。汉堡。肚子都咕咕叫了，谢谢啊。哎，对了，我那房子卖的怎么样了？ 我这儿倒是有一个人点着名说买你那小区的房子，但是我最近联系不上他。这个人吧，其实没事，你再联系联系。我接电话。哎呀，累了。是的，累了吧？我们先走了。走了，你们俩。先走了。 拜拜，美丽姐，拜拜，走啊！怎么样啊，谭的？今天见的这几个人谈的还行。你看人脸色不太好，是荣军的事儿可能不顺吗？没有，这点小事算什么呀？再说我这不身边有你陪着了吗？你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啊！ 知道就好。哎，对了，我刚才回来之前，我去见了趟景文。嗯？怎么了？是白阿姨又出什么事儿了？不是白阿姨，景然已经从爱雨家辞职了，他开了一家自己的公司，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他会以公司的名义和咱们合作，免费给大学生做设计。真的？那太好了！我就知道景然会这么做。 什么？啊？哎，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呢？啊？你就那么了解他呀？那你还知道他什么呀？我听听。我知道他可多着呢。我告诉你啊，你别自作多情了，别想那么多。景然想跟咱们免费合作，根本就不是为了你，也不是因为你，他是被我的实际行动给打动了，明白吗？那我还真不知道了呢。不是你什么意思？ 啊！我那么努力，我一天要东奔西跑的，我容易吗？我就打动不了别人吗？我就。行了，你最近有进步。真是我那么努力，我这为大学生我付出多少啊！真的是。再表扬表扬我。我叫你们使坏，我看你们还能使什么坏！我看你们还能使什么坏！老夫就是不搬，老夫死也死在这里！哎，爷爷爷爷，您是忘带钥匙了吗？你怎么在这砸锁呀？您这样是打不开锁的。哎呀，准是附近的中介啊，趁老爷子出去买药去，又用502胶水把锁眼给堵起来了。 我看也是，这帮人更坏的，违法怎么好这样做呢？就是，你看这两个人也是中介的，是不是跟那个堵锁眼的人是一伙的？看着面生，不像，新来的。爷爷，阿姨，刚才听你们说什么中介把这锁眼给堵着，怎么回事？这是？一看你们就不是这片的中介的，这片的中介。 都知道老爷子，好多人要看老爷爷的房子，托了形形色色的中介过来说，偏偏老爷子又是个怪人。你看他病都看不起了，护着这房子像护宝贝像的，是既不肯卖也不肯租。要叫我说啊，这就是想不开，一个人住这么大个房子，能住得过来吗？房子这东西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还不如把它卖了呢。你看，老头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他也没钱翻修啊，这楼都旧成这样了，还不如把它卖了呢，换一套豪宅。剩下的钱呢，只找人伺候他，看看病，干什么都够了。爷爷，这么大一套房子，全是这老爷爷一个人。就是啊。 附近这中介啊，左一趟右一趟的，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就是说不动。一来二去啊，把中介都给惹急了。这不赶上老头脾气不好的时候啊，对来的人呐、破口大骂。一来二去得罪了周围的中介，这不，他们就想起个堵锁眼的损招来。哼，使坏！我叫你们使坏！ 爷爷，您别砸了，您这样门是打不开的。我们找人先帮您把这锁打开，行吗？少来这套虚情假意的。这锁眼不就是你们堵的吗？怎么了？硬的不行，改策略了，先把锁眼给我堵上，再找人给我开开。你剥夺我好感呐！嗨，你说你们这招损不损呢？你不是啊，爷爷没用。我告诉你们没用，我这房子既不租也不卖，你们少这这。 别费这心了啊！不是爷爷，您别激动，这锁眼真不是我们堵的，真的，您别砸了，我们马上帮您解决这个事儿。那个爷爷，您是住在附近的吗？家里有工具借我用一下，我先帮这老爷子把锁打开再说。借是可以借给你，至于老头要不要你们帮忙，可就不知道了。这老头啊，不要太怪啊，我去给你拿去。好嘞好嘞，谢谢爷爷啊，谢谢阿姨。我先去买把锁，你看着爷爷啊。好嘞。哎，那个买几瓶水回来啊。行。 出去吗？就这个楼。这房子吧，好是挺好的，但是你也知道，我当初想买这儿的房子，就是想离少鹏城近点。但他已经当着我爸跟他爸的面，拒绝跟我结婚了。所以我现在买这房子吧，也没什么意义了。你当初买这个小区的房子，你的目的我是知道的，但是我觉得啊。 你早就该买一套属于你自己的房子了，这样既方便你自己住，又可以作为投资。这种各方面条件都合适的房子，真的是不好房。那好吧，那这房子我买了。小宁，你也帮我这么久了，一直跑前跑后的，我也不忍心让你白忙活一场。就算不能跟邵鹏程做夫妻。 我们也是从小到大的朋友。现在程程急需要钱，我买他的房子，也算是帮他一把吧。陆小姐，你真的是很讲义气。来，喝口可乐。谢谢啊。我谢谢你，我也替鹏程谢谢你。怎么样啊？哎呀，没想到你还会做这个呢。这点活对我来说不小 case。弄开了，爷。你们把我的锁弄坏了，晚上我这院里进来小偷，你们负责。爷爷，真不是我说。 您看看您这房子都旧成什么样了，小偷才不愿意来呢。爷爷，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跟你逗着玩了呢。你看锁都给你买好了，一会儿就给你安上啊。那个爷爷。 我把这个锁啥的，我给你放这儿了啊。啊，爷爷，您先喝个水吧。我不用，不用。您先拿。您这院子可是真大啊！是啊。爷爷，您说您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这打扫啊、维修啊，得多不方便呀！ 要不您考虑考虑，把这房子租给我们爱玉家。打住！别跟我再提租房子的事儿。你们这些中介呀，都一个样，居心叵测。小姑娘，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这个房子既不租，也不卖。你看我那挂着牌子呢。 内有忠犬，中介自重。 你们现在没什么事儿，就可以走了，我就不送了，啊？嗯，不是那个爷爷，您看啊，您这院子这么大是吧？我看那边也挺乱的，您再看您这房子，这外边都旧成这样了，您把它租给我们，我们把这房子啊给您恢复成原来的样子，里里外外的全给您修缮一遍，您看怎么样？不可能啦，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丢了的东西是找不回来的，小伙子，我跟你这么说，什么样的能工巧匠也恢复不了。你们可以把我的房子装修的新了，也能把我墙刷白了，但是你们恢复不了我曾经的感受，过去的心情。 我跟你们说这些个没用。行了，没事儿，你们就可以走了，别在这花言巧语了。你们这些个中介呀，都是大忽悠。爷爷，你就相信我们一次吧，我们爱雨家真的有非常好的设计师。那个爷爷，这样，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 爷，以后啊，您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比如像今天这种情况，您随时找我。今天我们就先不打扰你了，我们先走。爷爷，爷爷，您的药、锁还有新的水都放在这儿了啊。那我们先走了，再见啊。我们走了，爷爷。 感觉到你刚才说修复房子的时候，老爷爷是有点心动的。我觉得我们再劝他一下，说不定真的能说服他。你没听见老爷爷刚才说吗？说这房子不管怎么修缮，都回不到原来的那个感觉和感受。你看这院子乱成这样，房子也旧成这样。可是老爷爷呢，不顾一切，就是死死的守着这房子。这说明中间肯定有什么故事啊！我也觉得这中间肯定有原因。哎。 所以咱们俩要是能找到这中间的原因，说不定老爷还能把房子租给他呢。怎么找中间的原因啊？哎，咱们俩去这片的居委会问问，他们肯定知道，是不是？行，走走，正好把这工具给这还了。他这房子挑高简直是无敌了，这房子呀，无可挑剔。这房子我都来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你赶紧办手续吧，也没什么好看的。得嘞，痛快。那你就准备好身份证、户口本。哎，你是上海户口吧？不是啊，我老家山西的，户口在山西。那没事，那个上海5年的社保你交了吧？5年社保啊？我出国回来1天班没上过，哪来的社保？没有。 那这不行啊！你没有上海户口，你也没有上海5年的社保，那你就没有购房资格，你买不了上海的房子呀。没有户口，没有5年社保，买不了房，怎么可能啊？不是有钱就能买房吗？不是，当然不行了，哪是有钱就能买房子了呀？那要是有钱就能买房，大家都炒房去了。你这没有购房资格，你这几个月让我费劲巴拉的给你找房子，你不是逗我玩呢吗？哎。 那之前白阿姨那房子，你不是都要签合同了吗？白阿姨家房子不是后来没买成吗？再说了，我觉得只要我出得起钱，那这后面的事儿都得你们中介负责。如果只带我看看房、找找房，你们就拿那么多中介费，那你们这中介费也太好赚了。我这，而且，不是说在上海买车也要有户口、有社保吗？但是这2样我都没有啊！我不正要开着上海牌照的车在上海跑？ 所以呀，这事儿得你们负责。我说大小姐，那买车跟买房子是一回事儿吗？我们中介真没你想的这么无敌。你这购房资格这事儿，我们解决不了。那我不知道，这得你们想。进。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我们是爱日家房产中介的，我们想向您了解一点情况。 啊，坐吧，坐吧。哎，好，谢谢。谢谢。啊，你们是爱雨家的？对。啊，有什么情况？是这样，我们爱雨家房产中介呢，想做一个青年租赁公寓的项目，所以我们想跟您打听一下这个爱德路19号那个民国小楼的情况。啊，爱德路19号啊，这栋房子情况比较特殊，我劝你们还是放弃租赁这栋小楼的想法，因为之前去过很多中介，都是想租啊或者买。 这个房主都坚决不同意，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其实已经见过那位老爷爷，也知道他的想法，就是我们想多了解一下那栋房子以前的历史，还有老爷爷的身世，想看看还有没有争取的可能性。嗯，爱德路19号建造于民国时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吧，房子变成商品的时候，就是现在的房主钟志恒老先生一口气买下了整栋建筑，一直住到现在。 那您知道这个钟爷爷之前他是做什么的吗？现在还有没有亲人啊？钟老先生在解放初期是个很知名的画家，应该是有些钱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他买下了这栋小楼以后就封笔不再画画了，人也变得越来越颓废，一直都是一个人。那他这个封笔画画，包括这个他现在还是一个人，这中间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呢？ 具体的原因我就不知道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不是说钟爷爷之前是画家吗？不行，咱们俩去图书馆找找，看能不能找着他之前的什么资料什么的，好吧？行。哎，那我们就不多打扰你，谢谢您，谢谢您啊，不客气，特别感谢，特别感谢，谢谢安总。那我们拜拜，哎，拜拜。 哎，我刚才上网查了一下，这个不管是在网上输入“钟志恒”这3个字，还是输入“画家钟志恒”，都查不出任何资料来。你说这网上都查不到的东西，咱俩这翻书得翻到什么时候去？周爷爷在当时就不是特别有名的画家，而且他早在90年就封闭了，估计网上很难查到他的资料。但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老上海绘画合集里边就查上海本地画家，说不定能找上。那上海本地画家那也不……对不起啊，对不起。 今天你给我当司机啊！我走太多，脚疼死了。行，没问题。如果你不能帮我搞定购房资格，那就算我有心想给你中介费，有心想帮邵鹏程，那我也是有心无力啊。哎，你们再想想呢，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这办法也不是没有。你可以找一个有购房资格的人假结婚。 然后结婚了，把房子买了，到时候再离婚。离婚的时候，这个离婚协议上写着房产归你。但我也是听别人中介朋友说的，没自己实践过。还能这样呢？我觉得可以啊。但是关键是这个又靠谱又有这个购房资格人跟你结婚，这人哪找去啊？你们帮我找呀。没事，我愿意花钱。洛大小姐，这还真不是钱的事儿，关键是这种事儿我们自己没干过。 这人我上哪儿找去呀？我刚才说的那个事儿啊，它是有一定风险的，你就别当回事儿啊。你想啊，假如有人愿意结婚，那不愿意离婚怎么办？那即使他愿意跟你离婚，他要分你房产，这都是事儿啊。所以啊，这得你们帮我找，你们中介得负责到底。问这个，哎，你有没有购房资格啊？我有啊，我刚交满5年社保。 但是我有这资格，我没钱买房也没用啊。可以，咱俩假结婚呀！我有钱，你有购房资格，咱俩一拍即合呀，对吧？再说了，你帮我买房，我要给你感谢费的。最主要的是，你的人品我信得过，你不可能不和我离婚，更不可能跟我分房产，就这么定。不行不行，这不太合适啊，这个。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这吃亏也是我吃亏，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那这样，事成之后除去中介费，我再给你20万做感谢费，怎么样？陆小姐，这事儿啊，你还真别太激动了，我确实啊得考虑考虑。哎，你个大男人怎么磨磨唧唧的？这有什么不行的？我觉得挺好的。 认定了。祖籍上海，原名钟阿毛，字清水，号妙龄居士，现当代画家，出身贫苦，画风灵动传神，清新自然，颇具趣味。代表作《少女和小狗》。哎，这小狗，哎，你还记不记得钟爷爷家那有块牌子，上面写着那个内有忠犬，中介自重。那小狗跟这小狗不是一样吗？是啊，你说那天我们在院子里都折腾半天了，也没见着什么小狗。 而且钟爷爷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应该不可能去照顾一只狗。我觉得那只狗肯定是钟爷爷记忆深处的那只狗。你看这幅，虽然这个少女只有一个背影，但是从这幅画里你能感觉到这个作者对于这个少女的爱慕之情。所以我觉得啊，钟爷爷心底的那个故事，一定跟这个少女还有这只小狗有密切的关系。 是啊，给你拍张照吧。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The day fate set us to collide, the way you look into my eyes. Never thought love would come, like all was meant to happen. Where you are will be where I start. You've become my only star. Where it's dark is where you spark. I'd follow wherever you are. Baby, I won't let you feel afraid. I'll be here with you through night and day. All these memories won't be erased. My love for you will never fade. Hey, I know you know our heart's getting close. We can't deny it's real. All my life searching, now I know I found you. The moment you whisper in my ears, I hear my heart racing on. See you in my future. Where you are will be where I start. You've become my only star. Where it's dark is where you spark. I'd follow wherever you are. Baby, I won't let you feel afraid. I'll be here with you through night and day. All these memories won't be erased. My love for you will never fade. Hey, I know you know our heart's getting close. I'm falling in love little by little. People come and people go. You're the one